主料，小麦粉两汤匙，辅料芝麻、热水、植物油，用餐人数一到两人。将姜味粉、小麦粉、芝麻及适量热水倒入大碗中，搅拌成面团状，在烤盘上均匀抹上一层油，将姜粉团弄成小团，一个个放在烤盘中，在小团表面上再撒上少许芝麻，将烤盘放入烤箱烤10分钟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